好，你係佛弟子，家人唔明白點樣做功德，大前提啊！佛點樣話畀我哋聽咧？佢話：一個人咧，眾生我哋叫人眾，我哋叫做眾生。眾生同佛有兩個大嘅唔同嘅地方。眾生係在迷嘅，即係話 dreaming。眾 Dream 生係迷嘅，而佛咧 awakening 系覺悟嘅。咁我哋眾生點迷咧？ 因为我哋每一个众生，众生者即系有情感嘅众生，有喜怒哀乐嘅众生。你同我咪有情感嘅众生？呢个石头，呢个石头系无情嘅众生，都系众生，但系无情佢冇情感噶嘛？起码我哋唔知道佢有情感先啦。话有啲人话有石头都会有情感嘅。咁有情嘅众生咧，喺每一世里边咧，佢都唔系净系呢一世嘅，佢系上一世。 轮回投胎到呢一世嘅，咁当呢个人去世咗之后呢，有啲你要知道嘅咧，大概讲讲啦，即系已经系老生常谈噶啦，有好多人都已经听过啦，咁再听多一次咯，冇乜所谓。你你你你听多一次之后，你唔可以同人讲。人系点解会投胎嘅呢？就系、是、因为佢有人所做嘅每一样嘢都有个业力嘅。 有佢，佢每每一個佢嘅思維，佢嘅行為，佢嘅講嘢，即係佢叫新口意啦。佢嘅行為，佢嘅 action 佢嘅 thought 佢個講嘅每一個说話咧，都有 energy 嘅噃，都有 energy 喎，唔係冇 energy 嘅，冇 energy 点点講得出嚟啊？呢啲 energy 咧，我哋用用現代嘅言語啊叫做 energy，用佛法嘅言語咧，叫做一種業力，有一種力量嘅呢種業力咧。 系生存喺因果报应里边嘅，佢生存喺呢、这个嚟到呢个世界咧，佢系带住佢以前前生前世所做过嗰种 energy、嗰种业力而嚟嘅，而嚟到呢一世嘅。咁佢嚟到呢一世，咁点解有啲又长寿，有啲又短命，有啲又贫穷，有啲又贵贱，有啲又富贵，有啲又个个嘅个个嘅生命都唔同嘅咧？ 有啲好聪明，有啲好愚蠢，有啲男，有啲女，有啲长得好美丽，有啲长得好丑陋。咁点解会唔同噶？人点解不同噶？佢唔同就因为佢以前所做嘅所有嘅嘢，大家都唔同嘅。佢 energy 唔同，每一人所做嘅业力，呢、这个业力都唔同嘅。冇一冇两个人，就算孖仔孖女都系唔同嘅，因为佢冇做嘅嘢唔同啊嘛。咁佢就带住呢种 energy 咧，如果佢以前所做嘅嘅因咧。 個 causes 所有嘅因裏面咧，所做嘅 energy 咧係唔好嘅。例如佢以前前生前世咧偷呃拐騙啊、贪親私，殺道任妄啊，或者佢前生前世所做嘅嘢咧係好唔好嘅咧？咁佢呢一生自然咧佢嘅業力牽引到咧佢個命運好坎坷嘅。佢有好多煩惱嘅，或者佢好短命嘅，或者佢身體唔健康嘅，或者佢婚姻唔滿意嘅，或者佢子女不孝順嘅，會有。 但系相反嚟讲，有啲线嘅喎。就因为佢以前所做嘅业力好咧，嘅 energy 好咧，投生到呢一呢一生里边咧，系富贵嘅，系家庭圆满嘅，家庭幸福嘅，子女孝顺嘅，学业进步嘅，职业系如意嘅，所以个个唔同噶。所以有一句说话咧，系人生之不同，各如其业，佢嘅业力所做嘅唔同嘅。咁点解嗰啲亲戚朋友啊，诶？ 啊姑姐啊姑诶、啊、兄弟啊姊妹啊夫妻会相处喺起嘅。以前你有有缘结咗个缘，今世就相处喺起。You have unfinished business before that you have to carry on into this life。你以前大家相处过嘅，可能佢以前系你嘅。 你嘅先生，你系佢，他是你佢系你嘅 wife，或者你嘅 husband，或者佢系嘅仔女，或者佢叔伯兄弟，全部系 related 嘅，所以佢就会嚟做翻你嘅亲戚、朋友、兄弟、姊妹，全部系有缘嘅，唔会无缘而相聚嘅噃。所以呢，系天下皆是有缘人，都系有缘而相聚一起嘅。 咁相聚喺起里边，里边都唔同嘅，唔同嘅共住嘅态度喎。有啲两兄弟成日打交嘅，有啲两兄弟好好感情嘅，有啲夫妻同同个婆媳唔啱嘅，有啲嚟呢度咧就抱怨嘅。你以前对我唔住，我今世翻嚟咧，我係要攞翻你，你又我係你你前世争我咁多极争我咁多钱你未还我，我呢一世咧就嚟做你个仔，做你个仔败晒你嘅家钱。 拜完之后咧，佢就走噶啦。或者佢嚟到报恩嘅，你以前帮过我，你救过我命，我而家做你嘅仔咧，我系好孝顺你。或者佢夫妻里面咧，你以前遗弃过我嘅，我而家做你做你丈夫，我又要遗弃翻你。全部都系报恩报怨，偿债还债嘅啫。所以兄弟姊妹你，你唔你。 去世咗咪一生嘅完结咯，唔需要为呢个感情里边咧又哭泣啊，又忧郁啊，又不安啊，唔需要为呢件事，全部都系有因缘而嚟嘅，唔系讨债就系还债，唔系报恩就系报怨。讨债还债系从 monetary 同金钱上面讲嘅，报恩报怨系感情嘅债。呢个世界上不外系两大债嘅啫，一为佢就系金钱嘅债，一为佢就系感情嘅债。 金钱嘅债务使晒你啲钱，感情嘅债务要同你离婚咯，佢有第三者咯，佢恨你囉，开始结婚嘅时候就中意你，唔结结就到慢慢咧冇几耐要离婚，搞到你自己呢好受伤害，或者甚至乎你要自杀，即系不同嘅人有不同嘅业力啊嘛。好啦，咁你去到嚟呢一世嘅时候啦，兄弟姊妹啊，大家孤儿叔伯啊相处喺起，有不同嘅恩怨。 呢个不同嘅姻缘咧，好多原因嘅。第一就有责望，佢要你咁，你要咁，你要咁，你要咁，你唔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佢就唔高兴啦。husband and wife 都系。又第一点解会有唔同你有责望。第二，因为相处喺一起。第三就系、是、前世嘅债债务，前世嘅金钱嘅债，感情嘅债。好啦，咁到咗呢一世啦，咁完结咗咯，大家嘅债务完结咗啦，咪走咯。所以你。 唔需要為你嘅你嘅親戚好悲哀，你應該為佢做做佛事超度佢，令佢去好嘅地方。就係唔使為呢件事，因為生生世世以來，如果你為你過去嘅父母流淚呢，大海嘅水都裝唔盡，你都唔知為幾多父母流过淚，為咗幾多你離世嘅人流过淚，你何必將呢個感情嘅債牽喺自己嘅心度放唔下呢？你要放下呢樣嘢。 放下呢样嘢，继续向你嘅人生迈进，但系你要识点处理你呢个人生，嗰度先系最重点。逝者已矣，来者可追。虚世嘅人已经去世咗啦，你今后嘅人生你系应该点做出嚟嘅？你要活出一个有意义嘅人生，你要学佛经里边讲啲乜嘢嘢？点教你做人？但系你唔系啊，你始终就喺名利里面打滚啫嘛，财色名食睡。 普通嘅人系咩呢？十几岁啊，读完书读完书，我要结婚，我要找女朋友男朋友，之后生仔，生仔就养仔女，养仔女之后找工作，找工作一路咁，由少年、中年、老年，老年就死亡了不断系重复呢、这个叫做六道轮回，不断系重复呢个无常苦空嘅人生，你系生生世世都系重复呢样嘢咋嘛。 B B 要生你出嚟啦，慢慢就长大啦，长大又成人啦，成人啊好多烦恼㗎。咩烦恼你知唔知？人嘅烦恼有五十一种烦恼，娇喘、慢贪、嗔痴、傲狂、抑郁、恐惧，我哋会喺烦恼之中。有啲人嘅烦恼特别显著，显著到要自杀，抑郁到要自杀，或者抑郁到要杀人，或者佢心水里面嘅烦恼已经改变咗啦，佢要不断攞支枪嚟扫人。呢啲全部都係。 心水上边嘅业力去推动佢嘅，佛台就话俾我哋听，你要超越生死啦，唔好喺生水里边轮转啦。你再喺生水里边轮转，生生世世都脱离唔到呢个生死嘅春蚕自作嘅茧。你好似一个春天嘅蚕虫，吐丝捆住自己，永远走唔出六道轮回、生老病死嘅苦海。每次讲你都会好感动噶。 感動完出去你又冇嘢噶啦嘛，你咪又死过，又生过，又死过，死過一樣噶嘛。佢就話係喎，係喎、啊，係喎、啊，就、啊、出到去你咪又係咁探親戚，係喎、啊，係喎、啊，我應該出家噶喎，出到唉、哎、出咩家？唉、哎、大把呢啲咁嘅例子啊，同我講出家嘅咧有三四十個人，你唔跟進佢咧就永遠出唔到家嘅。你跟進佢呢，个開始知道困難啦。我未同我先生講喎、啊。 我仲有间楼点样样，我都系唔出嚟，因为点解咧？如果我出家咧，我要同我先生离婚，离婚我楼要俾咗一半我先生嘅，我唔得，我唔我唔得啊！我挨咗一世啦。咁你仲嗰间楼嚟做咩？你出咗家，你咪喺寺院住嘅呢？但系佢唔系，佢谂唔通啦。我话俾你听，人咧就系点样样咧？当佢去世嘅时候咧，佢会投胎去边咧？佢会走咗去边咧？通常我哋讲，因为我又点将？ 好多嘅话题，其实我要讲，我就拉翻你今日要做功德啊嘛，要做功德，咪讲啲有功德嘅事俾你听咯。一个人去世之后咧，佢嘅第一个冇咗嘅神色咧，第一冇咗嘅就系眼嘅色，佢睇唔到嘢噶啦，跟住冇咗个呼吸，跟住冇咗暖气，慢慢慢慢成身都冰冷噶啦。咁佢嘅灵魂咧系最后离开身体嘅，那个灵魂几时离开身体啊？ 可能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八个钟头内，灵灵魂可能都未离开身体嘅。八个钟头后咧，通常咧就会离开身体噶啦。但系离开身体咧，佢仲可能喺喺屋企里面徘徊嘅，佢仲未走嘅。咁啊，佢离开身体点样离开噶？由六处，佢嘅灵魂由六处离开身体嘅。如果佢嘅灵魂咧？ 系由脚板底走出嚟嘅咧，佢就落地狱受苦嘅。咁点知道啊？成身都冷咯，你攞条毛巾铺一铺佢脚板點點，仲有少少暖气嘅，即系话嗰啲暖气从脚板底走出嚟嘅。佢灵魂系从脚板底出嚟啦，就变咗系要喺地狱噶啦。地狱度，如果系无间地狱，就不断受苦添。咁睇下呢个人，佢以前生前所做嘅嘅事情系点咯？如果佢最五逆十恶嘅咧，咁就落地狱噶啦，落地狱受苦噶啦。

全部你食嗰啲食肉咧，就係杀害咗有情嘅众生嘅生命，全部要报噶。你唔好以为你食咗佢嘅肉，今日食咗佢半斤啊，唔使还噶，你要还噶，睇下几时还噶咋。所以你永远都係六道轮回，你永远都係殺业之中。你以为你冇杀啊？你日日间接支持嗰啲屠场里边杀生嘅人，因为你个口要食肉，所以。 唔好食肉啦，唔需要食肉噶。尤其是你要减肥呢，你不如就食素啦。唔需要食肉嘅。我哋我哋食素咁都 O K 啊。即系而家仲要减食先嘛？唔系越嚟越肥啊！有个居士话使唔使用一个营养学家嚟同你哋计划一下早餐同午餐啊？咁我话点解啊？佢我见到你啲法师越嚟越肥啊，系咩？我话唔系啊，边有啲法师越嚟越肥呀？咁我越嚟越肥咪即系营养好，使乜营养学家啊？ 不如減食就真，可能要減食。不如將我哋嘅早餐咧，就係一塊麵包、一碗粥算數咯。咁可以可以，即係唔使唔使咁肥啦。咩話？我唔食少少嘢點得啊？嚇！咁我我哋咁不食都咁肥嘅，即係點搞啊？好啦嗱，如果個靈魂從膝頭離開身體嘅咧，就是、速度啦。可能豬啊、牛啊、羊啊、鴨啊，速度裏面好多噶嘛。 如果我灵魂最后喺土离开身体咧，轨道堕落喺轨道，轨道,道就唔同佢当时嘅中阴身。中阴身系咩咧？四十九日里边被投胎嗰个叫中阴身，仲喺仲喺度徘徊嘅轨道咧就唔同啦。轨道系可以几百年都系都系鬼，都系轨道系三恶度嚟，系好惨嘅。如果堕落轨道咧，就系点啊？通常佢执着咗某一样嘢，佢要等某一个人。 有啲鬼可能佢喺个佢佢仲喺轨道里边咧，佢徘徊不断徘徊，佢系等某一样嘢嘅。佢可能喺系唐朝嘅鬼，等到而家啦，佢个心上人都未出现咧，佢仍然系等嘅。所以有啲踎喺树下边啊，嗰啲嗰啲或者系啲鬼咧，可能仲等紧某人，佢牢牢执着佢等嘅人，或者牢牢执着佢要想得到嘅嘢，佢放唔下。 咁啊！呢个行嘅轨道啦。咁如果佢个灵魂离开身体嘅咧，又唔系脚板底，又唔系膝头，又唔系肚，就喺呢个心空呢度嘅咧，佢做翻人啦，佢投胎做翻人，最后留心空离开身体嘅。但系一个咩人咧？富贵嘅人咧，贫穷嘅人咧，就睇佢以前生前所做嘅业啦。所以你好小心啊！你而家每做一样嘢。 如果你未脱离生死苦海咧，都构成你下一生做啲乜嘢嘢。如果你呢一生咧遗弃你嘅仔女，遗弃你嘅夫，你嘅你嘅丈夫，或者你又懒惰赌钱，你下一生咧可能都系个好贫穷嘅人。即系如果你呢一生你诶、呃、好发脾气，好斗争，好争重你下一生一定系好丑陋嘅。 如果你想好好，我下一生要好美丽嘅，啲人个脾气好好，冇讲人是非，事上供佛，事上帮助别人，和颜悦色嗰啲，下一生多数系美丽嘅。即系你，你系你嘅前途系由你自己一手造成嘅唔系佛造成嘅唔系神造成嘅你将来系点系由你一手自己创出嚟嘅。你系点你就咩人？如果你你一生乐善好施嘅。 甚至乎你将全部嘅财产捐出嚟做善事嘅，下一生可能你是一个好富贵嘅人，亿亿万万嘅或者你学一个好好多财宝嘅人。你以为千祈唔好妒忌嗰啲好有钱嘅人，佢自己收回来嚟他佢以前收咗好多福啊！ 你應該話：哎呀，真係我真係羨慕你哋好好嘢。你咁有錢，你梗係做咗好多有錢，種下好多有錢嘅原因，你先會有錢嘅。所有都有因果噶嘛。There's no effect without a cause. Every cause would contribute to an effect。冇啊，冇原因噶。你今日喺度都有原因噶。今日你喺度點解你喺度啊？因為你要做佛事啊嘛，你哋觀音寺啊嘛。 亦都今日有一個好特殊嘅原因，你知咩原因啊？你聽到佛法啊嘛，我都唔會諗住講呢啲俾你聽嘅。不過有一位有一位進佛嘅嘅女士叫我講啲佛法俾你聽。得文佛法係好難得嘅。琴日我講人生有八難，有八個情況你係聽唔到佛法嘅，你係冇福聽佛法嘅。第一，盲聾音雅難，你又盲又聾又啞嘅，你聽點聽唔聽到佛法咧？ 第二，地獄難，你喺地獄你聽唔到佛法；畜生聽唔到佛法；畜生難，鬼聽唔到佛法；佛前佛後難，生喺佛之前佛之後冇佛法在世嘅你聽唔到佛法；細智聪辨難，你以為你自己好聰明，我唔要呢啲迷信嘅嘢，我聽都唔聽。我好聰明，我係 PhD，我係 postdoc，我係我 scientist，我唔要聽呢啲佛法，我唔使聽嘅一定係迷信噶啦。咁呢啲咪難咯？你自己嘅見解封住你自己嘅智慧啊嘛～ 你越聪明，聪明同智慧唔同噶，你知喎？佛法嘅智慧细同世俗嘅聪明系唔同喎，咩叫聪明？咩叫智慧啊？聪明可能系害人嘅，聪明可能对你系不利嘅。智慧咧系利益于人、利益自己嘅。点解聪明好？世界上聪明嘅人可能系害人啊？唔聪明点可以发明地沟油啊？ 地沟油系一个 postdoc 里面 chemistry 里边非常卓越嘅人发明地沟油嘅，但系害咗几多少人啊？婴儿奶粉害咗几多少人啊？嗰啲都全部 chemistry chemistry 嚟嘅，全部都系化学科学家先就可以发明到发明到咁高级嘅嘢。原子弹、氢气弹、炸毁别个国家嗰啲，全部系咩嘢啊？都系有聪明而冇智慧啊嘛！人系永远系只系想追求聪明，唔追求智慧嘅。点解啊？聪明可以俾佢好多名利 我发明好多样嘢，我要地沟油，我一年稳几多千万、几多百万，佢系为名为利啊嘛？智慧唔同啊，智慧有两个层面噶。智慧一个咧系喺现世里边咧，因为你有智慧，令你有正见、正业、正思维、正命、正定，能够走向正路，你会活得更快乐、更少烦恼。另外一个超越世间嘅咧，就是、你会脱离生死轮回，你学习点下一世唔再轮回生死轮回啦，你超脱呢个世间。 超越呢个世间，超越呢个世类，所以聪明同同智慧系唔同嘅。智慧叫做咩咧？叫做波嘢。prajna。波嘢波罗蜜多心经咪就波嘢咯。好啦，讲翻从空口出嘅灵魂就是、生去人道啦。只系咩人咧？睇你再生所做嘅业力，你嘅 energy。 What kind of energy you created? So you watch your energy? Watch your thought. Energy is not from behavior and speech. 当然了, speech to my behavior has strong energy. to gong thought. You purify your thought first, not just your action. When the action comes out, it's already too late. Purify your thought. 好了, 就喺个胸口度出啦。咁如果我嘅热力喺眼里边走出嚟咧，喺呢个全身都冻晒啦，喺呢个眼度走出嚟咧，呢、这个系生天人。你知唔知佛教里边佛徒、佛陀嘅佛,佛法里边话俾我哋听，除咗呢个世界，仲有无量其他世界嘅。我哋而家处喺个世界叫做欲界，比我哋呢个世界更高级嘅，更多快乐嘅。 里面嘅智慧水准各方面更高嘅呢，就有叫做色界，比色界更高嘅叫做无色界。呢个世界我哋住嘅呢,呢，就係好低下嘅啫，叫做欲界。点解有欲界啊？有财色名食睡，尤其是男女情欲。男女情欲係令到我哋永远脱离唔到欲界嘅。但係我哋喺欲界嘅人呢，啱啱係歪曲咗事实喎。佢认为男女係需要情欲嘅。 情欲就系牵住我哋走唔出肉界，所以唯有出家嘅脱离情欲，先至可以修行到脱离肉界。所以你永远喺肉界，你系永远脱离唔到肉界嘅牵缠，永远都有男女。当你无欲嘅时候咧，冇最少冇咗男女嘅情欲嘅时候咧，你先可以去到色界。色界嘅寿命咧以千千万万年计，而且系冇痛苦嘅，嗰啲叫做 heavens，叫做天堂啦。 天堂啦，嗰啲叫做呢、这个天堂，唔系念阿弥陀佛就俾你去到天堂嘅，系佢自己收翻翻嚟嘅噃。佢所有都系善先系去到天堂嘅，点知可以去到天堂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人不妄而不以、以不两舌、不贪、不亲不痴，做出一切善事，先至可以死后去天堂噶。你呢度净系杀生，你已经去唔到天堂啦！日日食肉，日日食海鲜。 海鮮酒家無肉不快，你點去天堂啊？仲有你喺工作嘅過程裏面，咧，你有冇呃個人騙個人？有冇耳語？有冇大？有冇妄語？大把大把啦！有好多做咗啲衰嘢，你自己都唔知啦。做咗唔好嘅嘢，你自己唔知，你認為理所當然嘅，習以為常。你認為理所當然，即係好似食肉咁，你以為理所當然嘅就係、是、食肉啦，有無量嘅殺業喺度嘅。咁如果嗰啲做善事嗰啲咪？ 然后就就眼出咁去到天去天界咧，天界会系享好多福㗎，比人间嘅福更多。但系天界当佢个福享尽嘅时候咧，仍然要投胎，投胎六度，所以唔系彻底嘅。唯有超出三界，佛陀教我哋点样去超出三界，超出生死，唔再喺生死里面流转。 你又要学佛经里面所讲嘅，用咩方法去超越咗生死苦恼咧？唔系净系去到做去 heaven，heaven heaven is not the ultimate way to go，it is new not，it is still not a perfect place to go，仲会流转生死。好啦，装人嘅神识，如果系从头顶出咧，佢就生西方极乐世界啦，去西方极乐世界啦。 去西方极乐世界系点噶？点讲？你我哋要念阿弥陀佛啦、啊。当佛讲经在世讲经嘅时候咧，释迦牟尼佛二千六百年前咧，佢就知道一样嘢啦。佢话呢个世界越嚟越多罪恶，呢、這个世界嘅友情嘅众生越嚟越忙于冇智慧嘅事情，忙于咩啊？养儿啊、育女啊、求财、求名、求利啊。 结婚啊、生子啊、老啊，就系呢啲嘢咯。为为财、为财、为色、为名、为利啦。所以释迦牟利佛就洞悉到呢个样嘢啦。佢就话：你如果系现世里边，好似佢咁喺菩提树下成佛而超越生死咧，系好难嘅。你冇呢个时间去，你冇时间去出家去，将所有嘅时间摆喺修行度啊嘛。你仲要为你嘅家庭去拼搏啊嘛。咁释迦牟利佛。 預早二千六百年前就知道呢一點啦。眾生係好難成佛嘅，因為你有好多業力牽住，你成唔到佛嘅。咁佢咧就喺無問自説裏面介紹一個方法啦。無問自説即係點啊？你哋都唔知道呢樣嘢，你哋冇得問噶。好似我問你有咩問題啊？邊個人識問問題啊？你都唔識問問題，因為你未去到個智慧去識問問題啊嘛。你估問問題咁簡單㗎？有智慧先問到問題㗎喎。你冇呢個智慧，所以無問而自説就話俾。 在座嘅一千二百五十人听啦，佢话咩呢？嗱，你哋啲没法嘅众生修行呢，罕一得到啊，好难成佛㗎。唔係唔可以，好少好少人。唯一念佛可以超脱生死，唯一咩呢？有一笪地方，你移民去嗰度呢，你移民去嗰度呢，你就出咗生死㗎喇。但你未成佛，只係一个 intermediate 嘅 place，即係话中间嘅俾你歇息嘅地方。 呢个地方咧系有一个有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系当佢出家嘅时候，佢发咗个愿，佢知道众生好难成佛嘅，佢就创造咗个极乐世界喺个西边过好多佛土嘅西边，创造咗个极乐世界。你到时你去世，你始终都会去世噶。你去世嘅时候唔好走落生死苦路啦，唔好轮回做做畜啊、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嗰、啊、啲，唔好走去嗰度啦。 而家俾個移民咗去邊度咧？極樂世界先喺嗰個世界咧，只有快樂冇痛苦嘅喺嗰度咧。阿彌陀佛就教你點去修行，觀音菩薩就喺嗰度，大勢至菩薩就喺嗰度，諸上善人喺嗰度，喺嗰度教你點樣去修行。起碼你唔使死先去嗰度，嗰度唔會有生死苦惱嘅。喺嗰度地方咧，慢慢教到你可以成佛脱離苦惱。 咁嗰个叫做极乐世界，所以一个人死咗之后咧，如果能够去到嗰个地方，亿亿万万，你都唔好同佢换呢个呢、這个呢、這个权力啊！你可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脫離，脱离永远脱离生死苦海你，你唔你会脱离唔到噶，你下一生又又轮转轮轮回噶就睇下做做咩嘅啫，唔知而家可以有个地方去到嗰个地方，地方你可以喺个地方做修行成佛、喔，永远脱离咗呢个地方、喔。 咁有冇人话？有冇人想去呢个地方啊？去想去呢个地方，你举手啊！嗱，有人唔想去嘅，有人唔想去噶嘛，佢唔想咁早去啊嘛，佢等我最后嗰一年先啦，谂下啦咁。你想等最后一年啊？太迟啦，因为去呢个地方咧，你系要填表噶，你唔填表，你唔申请啊，去唔到噶。点填表啊？即系你有条件先去得到嘅。 咁《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就讲晒呢啲条件啦。第一个条件就系你要信愿行具足。你有呢个信心，你有呢个世界，你有信心，你脱离呢个世界嘅时候，你去到嗰度，即系你有个有个咩嘢咧？你有个 firm determination，我要脱离呢个痛苦嘅世界。仲要愿咧，你愿意去呢个世界。仲要行咧，点样行啊？你要将你嘅心。 同阿弥陀佛嘅心心心相印，点可以令到你嘅心同嗰个佛嘅心心心相印啊？先至可以去到啊！不如你而家去去离开呢个世界啦，我要同阿弥陀佛嘅心心心相印啊！印咩啊？你都唔知几痛苦，你又唔舍得你嘅钱，又唔舍得你嘅仔女，唔舍得你嘅银行嘅存碟，你又唔想离开呢个世界，我仲想喺呢个世界度，我唔想，我唔我唔舍得我屋企人咁咪已经唔去得噶。即系话你要同。 阿弥陀佛，要有一个方法，大家互相沟通先系一，先系得。咁呢个方法系咩方法咧？我俾一个好现实嘅举例你啊，每一个人手上都有 cell phone 嘅而家，系咪啊？你有个手提电话噶嘛？你个手提电话里边有频率噶噃，你呢个频率必须同个电台嘅频率相应，你先可以呢个 frequency 先可以 transmitted 嘅，即系话。 你要有 frequency 嘅 harmony，你先至可以同千里之外去接触嘅。就算你而家打电话俾香港，你唔系直接个 frequency 同佢个电话接触的你系透过个电台，由个电台解码去到个人嘅 frequency，去到个人嘅频率，你先可以同佢接触嘅。咁即系话咧，原来人原来人嘅互通咧，系可以随住佢个 frequency 接触到的 一百年前有冇人相信喺千里之外可以听到人可以大家互通啊？冇人相信噶嘛？原来而家知道原来有频率喎。呢个频率系睇唔到喎。粗嘅频率可以睇到。而家我哋用个电话，我哋系粗嘅频率，真真正正嘅细嘅频率系睇唔到嘅。你同阿弥陀佛心心相印，你就系好似呢啲 frequency 咁，大家要结埋一齐，你先可以同佢沟通得到。 咁呢個溝通嘅 frequency 咧，你嘅電話嘅 frequency 咧係系用 digital 嘅，係夾一個 digital number 嚟嘅，一三四六七夾九十，一個 digital number 嚟嘅。你同阿弥陀佛嗰個咧更加高級嘅頻率，嗰個就 mind to mind 嘅頻率。呢個 mind to p i n 嘅頻率咧就個 mind mental waves 嚟嘅，唔係 physical frequency。physical frequency 系好粗嘅咋，係好 crude 好 root 嘅咋。 唯有呢个 mind to mind 嘅频率，呢、这个频率係好高嘅，千里之外、萬萬里之外都可以接收得到嘅。咁呢个频率係咩呀就係佢個名字。You have to call his name。嗱，摩尼多嘅，嗱，摩尼多嘅，嗱，摩尼多嘅。當你 call 佢嘅 name 嘅时候呢再增加你嘅信願行嘅时候呢你個频率就同佢溝通到啦。但係呢个係要跟经过训练嘅。 因为这个频率咧不可以在粗心里边浮现出来的是在内心深处里边的好失途的好微妙的频率先系 connect 到的所以必须要经过训练，训练到咧喺你个阿赖耶识里边咧呢个频率同嗰个频率咧系直接相连的所以所以你每天都要训练你自己啊！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这个这句话印到你的内心的深处。 就好像是你的 frequency 跟这个 channel 的 frequency 一样，但是那个 frequency 更细、更微小，很难的。但如果是你每天都是训练自己，还有信、还有愿、还有行，你确定就是往生西方这个世界了吗？难道你还愿意再投生回来吗？还是走走修行的道路吧。好，就这样。